优质学徒制培训与终身学习项目二期将结合国际劳工标准关于高质量学徒制的建议书和中国国情，协助中国促进学徒制和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的完善。在项目实施的前半段，我们重点关注绿色技能的工具开发，对学徒制的企业导师与院校老师进行了能力提升，并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学徒制与终身技能开发的国际交流。